身为法科师傅的我，很多人问我世界上有没有鬼，我只可以答我信有。而见不见到，相不相信，是一种缘分。有人面对鬼会害怕，但亦都有人命中注定与鬼同行。拍摄怪谈，我不是要证明世界上有鬼，反而我是想说，其实我们做人是不是需要怕鬼呢？所以怪谈摄制队的工作人员成日都说，讲鬼故不是我们首要的工作，聊事斗非才是我们的任务，而最重要的是你够不够胆聊他们而已。